李亚男终于嫌弃王祖蓝了，那方面不行，真的是女人都不能忍。网友，可惜了好白菜。王祖蓝和李亚男的结婚当时也是比较让人惊讶的，都知道王祖蓝虽然比较出名，但是身材是比较娇小的，长相也不帅，所以当李亚男说要嫁给王祖蓝时，大家都很惊讶。李亚男家境很好，身材和颜值更是不用说，王祖蓝是怎么讨得家人的芳心呢？但是两人结婚后这么久一直没有孩子，让李亚男很是遗憾。李亚男一直有个当妈妈的愿望，不想等年纪大了再考虑生孩子的事情，但是偏偏上天要跟他们作对，不管怎么试都怀不上。两个人经常去医院做检查，王祖蓝还经常抽出时间多陪老婆，都想造人成功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可能是王祖蓝自身的问题，可能还需要调养。王祖蓝的身高长相李亚男是不介意的，但是如果说是难以造人的话，估计李亚男也难以接受了。毕竟李亚男自己是很渴望能有一个孩子的，非常相当妈妈，这个愿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？小编祝两人早日有爱情结晶。